团棒棒，大家好，我是芷芝。我们现在目前在是2018美食展，现在我们在什么摊位前面呢？我们在六福旅游集团的摊位前面。Hello， 听说今年厉害，六福来势汹汹，因为这一次的美食展就有三大亮点，全是哪三大？好，首先跟大家说，我们第一大亮点就是我们的餐券啊，当然，对，大家都手刀抢餐券。是的。好，那我们餐券的部分，其实偷偷跟大家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皇宫的部分是年底会熄灯，那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抢我们皇宫的餐券。皇宫这次推出了五厅联合餐券，那它有包含北京、上海、日式、意大利跟一个西餐，那它的就是到用到年底，那之后就是逾期就是做现金券，那它这支券是五厅通用，就非常的超值，那是。对，它原价是2200，那展场的话就是1200现杀55折，五五折，好夸张，55折还五厅连用，五厅连用，这真的合法吗？对，报告长官，这是合法的，欢迎来买。那请问第二亮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第二大亮点的话呢，其实就是在承接刚刚的话题，就是因为饭店皇宫饭店这边的话，即将是年底熄灯嘛，那近20年来是有非常多让大家很回味啊、难忘的经典菜肴。我们现在呢就会做成冷冻冷藏的包装，然后对美食展的话就是手卖，大家就拎着就可以回家带着走，然后回家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把六福的味道带回家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亮点。那请问第三最后一个亮点是什么？好，因为第三大亮点的话，其实我们六福旅游集团其实从2016年起就全面就是不使用鱼翅入料，就是有一个环保啊、环境永续的概念在身上。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选了一些商品，它是生态共存，然后友善耕作的，那所包含之前非常有名的苗栗的石斛米或是老鹰红豆这些，那我们未来也会用在集团的料理里面。那现场的话也是把这些商品都放在展上，那如果民众如果认同我们的理念，也希望大家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，然后就可以买，然后就带回家一起烹调这样子。说来到美食展的话，第一你可以抢便宜55折的五厅餐券抢下去，第二你可以把六福的好味道带回家，第三你还可以为地球奉上一个心力的概念，来六福好满足哦。满足。那我想问啊，六福公公有没有私心觉得独推哪一家？五家餐厅嘛，选一家。哦，如果买了大地套餐的话，要是我的话，我首推北京料理吧，因为对，因为北京料理，我说实话，它正宗道地的宫廷菜肴，大概就是非皇宫莫属了，真的一定要来享用一下我们的北京料理，它的精雕细琢啦，或是它的一些细致的程度，就像我们其实身后秋传这一道，对，就是我们怡园北京料理，所以大家就准备好手刀来六福皇宫，然后去享用满汉全席，超级刚心的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公关。